后里区有一处知名花卉农场，里头种植上万株的石斛兰，由于开花时会一串串垂坠下来，形成一片宛如瀑布般的花海美景，因此又被称为瀑布兰或者是倒吊兰。而最近正好是盛开季节，吸引不少民众特别前来赏花拍照，感受春天的浪漫气氛。一大片粉白色与粉紫色花朵在空中缤纷绽放，形成一片宛如瀑布般的花海美景，相当壮观。这里是后里区一家知名花卉农场，里头种植上万株的石斛兰，最近正好是盛开季节，吸引不少游客特地前来赏花拍照，感受春天的浪漫氛围。就是它很壮观啊，然后整个地方又多，品种又多，看起来就是很大气，很浪漫，很好的感觉。这边的花看起来，这个感觉非常的好。现在看外的花也是正在旺开，有没有？我就觉得说要来要趁这个机会赶快来看，还蛮不错的啦。很好看呐、啊，因为它的花的颜色又很多，很鲜艳。嘿啊，花又集中又漂亮。嘿啊，它是属于倒吊式的，它倒吊起来，它的一盆花，它开起来可以开到上百朵，甚至更多。然后它的观赏性也会比我们一般的比较有别于一般的花啦，它可以垂吊式，不像我们一般的花都是直立站着这样。农场业者表示，石斛兰主要是附生于树干上或树洞中，由于开花时会一串一串垂吊下来，因此又被称为瀑布兰或倒吊兰。花色除了常见的粉白色和粉紫色外，还能欣赏到外头少见的黄色与白色石斛兰。而随着开花季节到来，现在也成为当地最夯的赏花景点。这么漂亮的这个兰花哦，我们是所谓的石斛兰啊，我们也称为瀑布兰哦。就像你看它的花垂下来哦，就像瀑布一样哦，非常壮观。相信后里的景点哦，来到这边可以让大家哦，这个心旷神怡哈，看的都会高兴哈。其实观赏期比较没有像我们一般的蝴蝶兰那么长，它的观赏期大概就是两个礼拜左右，最多到一个月而已。而业者也特别利用石斛兰倒挂的特性，在园区内打造出隧道意境，希望让参观的游客置身在浪漫花海之中。不过由于石斛兰花期不长，预估今年花期可维持到六月，喜爱赏花的民众可别错过了。记者陈博翰台中采访报道。